亲爱的三年级的小朋友们，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小故事 Story time， 故事时间。 Good morning, Zoom. Good morning, Zip. Good 是好的， Morning 早晨， Good morning 早上好。当朋友之间见面时，在早上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以说 Good morning， 那对方也可以非常友好热情地回复你 Good morning, Zip.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你好吗？Fine, thank you. Fine, 我很好。Thank you, 谢谢你。Wow, flowers. 哇，花。小熊开始摘花了。A red flower, 一朵红色的花。A yellow flower, 一朵黄色的花。A blue flower, 一朵蓝色的花，还非常开心地给慈波看。Zip, look! 慈波，你快看！慈波指了指里边的禁止摘花的牌子，让祖母看。Zoom, look! 小故事学完啦，祖母的这种做法正确吗？那么今天晚上老师会在直播间为大家详细讲解这个小故事，等你们哦。喜欢小丫老师别忘了双击两下屏幕关注小丫老师，一起来学英语吧。